师啊，是文革结束以后，我们中国佛学院最早期的毕业的这个高材生，也是我们的这个师长。那么法师从佛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福建弘法，特别是在闽南佛学院推动整个深教育的教育工作。那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法师又在西园推动这个深教育的工作。法师不仅仅是在推动深教育工作，也同样在很多的这个地区把佛教的这种思想和理念来向我们所有的信众做一些推广和弘法工作。这个法师的足迹是遍及我们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让很多的信众也感受法益。特别我们法师这个近些年来出版的一系列的人生佛教的著作，也给我们整个教界的很多同仁呢很多的启示。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法师为我们开始。尊敬的中信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有幸这次，因为跟着这个早知树的新脚团啊，刚刚到峨眉山朝拜的普贤菩萨，然后又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普贤菩萨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的内容。这几年来，我从1996年就开始弘扬普贤行愿品，那么尤其这2年啊，我特别的意识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啊非常重要。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其实在我们汉传藏传这个传统上都很重要，都很重视。我们汉传的每天的早晚功课里边啊，88佛啊，大忏悔文，那么其中呢就有关于普贤行愿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大忏悔文里边，主要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内容啊，主要是作为一种忏悔，通过修十大行愿帮助我们忏悔。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呢，它是它把它归结为七支供。这个七支供的内容主要也是作为这个集资进藏的这个修行内容，在整个修行里边，它是作为前行的这一部分。因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首先都要修前行。这个前行它主要要完成的是就是积累资粮，忏除业障，成佛。就像我们出门一样，我们需要准备这个，就是兵马未动啊，粮草先行啊，先要这个准备资粮、钱粮。那么同样，我们修行首先也要积累资粮，然后忏悔业障，
那么这个治疗忏悔业障啊，只要是为我们在这个为我们这个做为这个气度空性的修行啊，首先需要做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心理基础，也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气度空性，想要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活菩萨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大慈悲和大智慧。我们要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我们想要气度空性啊，那么首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灵氛围、心灵环境。那么这个功夫呢，也就是关于集资进账的修行，积累资粮忏除业障的修行。当然我个人在这个修学普贤行愿品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普贤行愿品其实是代表着普贤菩萨的他的这个修行，所以普贤行愿品呢，它是普贤菩萨他自己在这个修习菩萨道过程中他的经验，他把他的经验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佛教里面，其实每一个菩萨的这个他的修行啊，都有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像这个《楞严经》的25圆通章里边啊，就是有25位菩萨讲的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啊，在这个解脱道或者在菩提道中的修行的经验。事实上每一个菩萨，像观音菩萨、大真智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乃至十方诸佛，像阿弥陀佛啊，像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就是每一个佛菩萨，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修行的一套方法。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是普贤的十大行愿啊，事实上呢，它是普贤菩萨他个人，他这个修行菩提道的经验，他的菩提道的经验啊，这个内容主要也就是十大行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普贤行愿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前行，同时它也是菩提道的一种正行。在我前两年在弘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曾经啊给它归纳出两句话。这个两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的无上光修，菩提心的无上观修，佛陀品质的临摹方法。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贤行愿品啊，是它是体现了菩提心的最好的修行方式，同时呢普贤行愿品啊也是帮助我们直接的去临摹佛陀的品质，就是如何用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调整到佛陀。我们大家如果学过书法的人，我们都知道临摹，临摹也就是我们拿一个书法的一个字帖啊，我们去临摹啊。那普贤行愿品事实上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你怎么样去用你的心去临摹佛菩萨的心，它直接给你提供了一个临摹的方法。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这个整个华严的境界啊，它是导归普贤行愿的。所以普贤行愿品它是建立在华严的建立的基础上，所以应该说它在佛教里面啊，它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修行，极高的修行，绝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应该它是无上法门，它是最高的法门。如果我们能够按这个普贤行愿品去修行啊，我们可以直接修成佛啊，可以直接修成佛啊。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修习普贤行愿品呢，只是念一念而已，我们从来都没有照这样去观想，我们只是念一念而已。
信仰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讲一讲普贤行愿品的观修，观修。那么作为一个法门的修行啊，尤其是作为普贤行愿品这样一个至高的法门的修行啊，首先它是需要有基础的，首先它是需要有基础，就是在我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呢，因为我意识到了，其实佛法的修学啊，每一个法门它就是代表着一个修学的体系，它是代表着一个修学体系。那么一个修学体系呢，它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内容，就像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你要修善气啊，你必须要具备相关的几个要素，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如果你忽略了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啊，将会对你的修行会造成困难，也可能你修到某一个程度你就修不上去了。那么这些要素是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它应该是要具备五个要素，五个要素。这个五个要素就是第一个就是皈依，第二个就是发心，第三就是戒律，第四就是正见，第五就是止观，五个要素。就是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啊，都应该要都离不开这个五个要素。如果我们忽略了某一个要素啊，那么将会对我们的修行造成困难，尤其是皈依和发心，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不可以缺少的基础。当然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佛教啊，比较重视的是哪一块呢？比如说比较重视的是这个像这个戒律，空性的戒律这一块。那么也有的人重视禅，重视禅修。那禅修这个禅修啊，需要有见地作为基础。禅就是在就是止观，止观跟正见，这个就像人的两个脚，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我们光是我们修禅，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见地，那么这种修行一定是难修瞎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那这种修行是很危险的，那就是像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修不出来还是小事，有可能会走火入魔啊，因为你没有见地，没有眼睛嘛，你到底到哪里？因为人的心灵世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解决什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有可能很可能会执着一些妄想啊、烦恼啊、我执啊，把它当作是空性，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有见，这个我们学了很多教理，可是不进行不把它落实到，不能不修止观啊，不修禅啊，不能把它落实到止观上，那我们呢所有的这个知见啊，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一种认识，没有通过止观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知见上我们学的也不会深刻的，也不会深刻的，那么就会留一种闲谈。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界啊，大体上很多人学佛啊，其实多半存在两种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学教的人很多就会落于闲谈，中国佛教的传统啊，就有这种闲谈的分歧。你看魏晋南北朝的闲谈，很多人学了经教之后夸夸其谈，但用不起来。
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蛮修瞎的，有一些重视修行的人，他不学经教，排斥经教，以为这个学习经教啊，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啊没有多大帮助，浪费时间。那么这种人呢也是蛮多的。那么这种人可能一生都在糊里糊涂的，要不就走火入魔，要不就修行的糊里糊涂的。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佛法，事实上它是博大精深。你看佛教有南传、有藏传、有汉传，每一个宗派啊都有很多的经典啊、论点啊。所以我觉得多数人呢修学呢，我感觉呢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不得要领，有的人修学佛法多年，看过很多很多经论，但是他根本就抓不到佛法的要领，佛法的要领究竟是什么，抓不住，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偏执异端，持戒的人觉得我只要持戒就行了，觉得我只要持戒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参禅的人他就觉得我只要参禅，我只要一句话头我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念佛的人他觉得我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的，学教的人觉得我只要学教就行了，就是偏执异端啊。偏执异端在佛法的修学上多少也能够得到受用，不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要念佛的人好好念啊，参禅的人好好参啊，如果正确的话也能够得到受用，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佛法的修学完整的认识啊，所以偏执异端往往就是停留在某一个境界上，你就上不去的。你在修学上啊，只能是修到一定的程度啊，你就会停在那里，你再也走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几十年啊，这个修学啊就修不上去。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呢，我们需要知道，在佛法的修学中，确实它有它的一个这个完整的内容。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佛法的它的主要要领。这个主要要领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五个要素，就从皈依开始修。皈依和发心啊，这是整个修学佛法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么修学佛法首先就是要修皈依。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啊，多数人肯定都已经皈依过了，可是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皈依的动机是不是很正确，我们是不是为了出离轮回的苦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意识到佛菩萨的功德，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佛菩萨的这种伟大，我们才产生了皈依之心，还是稀里糊涂的皈依？我们还需要问一问，我们皈依了之后，三宝在我们心目中有多，这个分量有多重？佛法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影响？这个影响有多大？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又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皈依。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皈依啊进行重新的审视。我们皈依三宝是以三宝作为依赖，作为归宿。那么最主要呢是要保持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保持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如果三宝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分量，佛法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吗？佛陀所说的法门，我们会把它当作一回事吗？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分量的东西，我们就一定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皈依了之后，最主要是要保持对三宝的信心。我们需要非常明确，三宝和我们的关系，三宝对我们的作用，佛就是我们的把
们修学佛法的目标，那就是佛陀。佛陀也就是要成就佛陀的品质。学佛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成佛成什么呢？成什么？那就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很明确。可是我们如果要成就这样的一种目标，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方法。如果没有方法，没有途径啊，那肯定是不可以的。世界上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方法，没有方法是不行的，尤其是正确的方法。那么成佛的方法，当然佛教里边，从我们修学来说，其实不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解脱的目标，一个是成佛的目标。解脱的目标就是成就阿罗汉，成佛的目标呢，就是这个菩萨道的目标，就是成佛。如果要成佛呢，那么我们要遵循的就是菩萨道的方法，菩萨道的方法。如果我们要成就解脱呢，成就阿罗汉呢，那么我们就要遵循这种解脱道的方法。所以佛法呢，是帮助我们完成解脱，完成菩萨菩提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我就要问大家，我们对这个方法升起信心了没有？你相信不相信这种方法？尤其是你自己想不想解脱，你想不想成佛，这个是关键。如果你不想成佛，你想当众生，你觉得我这个众生当然不错啊，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很好啊，那佛法对你就没有吸引，就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想要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了方法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有好的老师指导。这个老师指导就是僧啊，佛法僧啊。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指导啊，再好的方法还是方法。所以在佛经里边啊，特别的强调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好的老师，好的领导，是我们修行啊成功的一大半，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成佛修行的保障。我们现在的众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缺乏善知识引导。我看整个佛教界啊，多数人学佛啊都很困惑，都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学。皈依了之后，很多人皈依了之后就成了孤儿了，没人管了。然后自己啊在那里东看一本书，西看一本书，听这个出家师父给你讲一个法门，那个出家师父给你讲一个法门。其实哪一个也修不起来，就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蛮可怜的。为什么？就是缺乏一个很好的引导啊，很有刺激的引导啊，这个是很关键。所以佛法生三宝，需要有佛法生，我们需要有佛法生啊，升起依赖的心，升起信心。这种强烈的信心啊，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保障。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人格啊，事实上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现有的凡夫心。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宝升起真切的信心啊，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从自我中心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开始以三宝为中心啊，开始我们新的人生旅程。那么我要请问大家，我们有哪几个人说我已经真正对三宝升起信心了，我已经开始了从自我中心走出来，我已经开始以三宝为中心啊，开始我的人生。我们有哪几个人敢这样承认？如果说我们不能以三宝为中心开始我们的人生啊，我们虽然是在修学佛法，但是因为我们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有的修学啊，事实上都是将会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会被凡夫心
跟真正的修行啊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真正的修行一定是要以三宝为中心，当然三宝为中心也不是说一定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佛法僧，以佛法为中心，亲近上师时依法得解脱啊。那么这个是，这是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的基础，那就是对三宝啊身体真切的信心。我们对三宝有，我感觉呢，我们对三宝啊有几分信心，佛法对我们就会产生几分作用。如果我们有一分信心，那么这个佛法可能对我们只有一分作用。如果我们有五分信心啊，这个佛法将会有五分作用。如果我们有十分信心，那么佛法对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十分的作用。因为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也就意味着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因为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也就意味着佛法对我们能够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事情对我们影响就会最大。如果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影响将会很小。就像这个世界每天要发生多少天灾人祸，真正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事情并不多，真正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一定是我们觉得有关系的，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它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即使天塌下来呀、你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因为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你觉得不重要。所以我们培养对三宝的信心，对三宝升起的归因之心啊，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不可以缺少的基础。那么有了皈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的是发心，我们需要的是发心。那么通常这个发心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发心。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发心？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其实不管我们还是学佛还是没有学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们心的参与。如果没有心的参与啊，我们是不会做任何事情。就像这个桌子，它能做什么事呢？因为它没有心，它不会做什么事，它自己不会主动的做什么事。就像这个房子，它也不会主动的做什么事，它必须要人让它做什么，因为它没有心的参与。那么我们有情呢？因为我们有心，所以我们心是具有选择。心是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一切为心造，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离不开我们心的参与。只不过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客观上的结果，我们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心，我用什么心在做事，这是我们所以没有想到的。可是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这对我们一个人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就意味着我们会成为什么，不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事实上都包含着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我们将会得到什么，还有一种结果呢，我们会成为什么。大家要记住，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一种外在的结果，就是你将会得到什么。另外一种是内在的结果，你将会成为什么。那么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如果我们用贪心去做事，
生命中就会形成一种贪和相续，这种贪和相续啊，将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我们用嗔恨心去做事，这个嗔恨心将会成为在你的生命中将会成为一种贪嗔恨心的相续。那么这个嗔恨心将会成为你生命的重要力量，你会成为一个嗔性人。如果我们用强烈的自我的情绪做事，我们将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将会在形成这种强大的我执，这种强大的我执啊，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力量。其实呢，我们之所以是凡夫，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一直都在用凡夫心在做事。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只追求客观的结果，我们从来不会去关照我们用什么心在做事。因而我们一直都是用凡夫心在做事，所以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我们这种世间的能力，同时也形成了我们现有的这种凡夫的品质，生命品质。我们的行为将会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将会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将会成为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格啊，就是我们现有的生命素质。所以你每天想什么，你每天做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你赚外面赚多少钱啊，你拥有什么，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这个要重要100倍、1000倍、10000倍、100万倍。你拥有什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可是你是什么？你是什么？这种生命的相续啊，将会长时间的影响着你，甚至在你没有能够改变它之前啊，它将会就未来就会影响着你。你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深刻的意识到我们现有生命的过患，我们不满意现有的生命，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改变？那就是要从发心开始改变。要从发心开始改变，因为学佛之上所要做的无非就是改变自己的心。学佛不是要成就外在的结果，不是要啊造出一辆飞机啊，或者人造卫星啊，或者盖一栋大楼啊。学佛的结果不是在生命以外，而是在生命以内，那就是你的心。那么改变你的心从哪里开始改变？那就是从发心开始改变。从发心开始改变。那么，所以我们学佛需要一个正确的发心。过去呢，我们虽然很多人也都在讲发心啊，但是更多的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说法，当作是一个口头禅啊。每个人都在说啊，你要发心啊，发心啊，到底怎么发心？到底发什么心？到底怎么样去发心？发心有什么标准？什么心可以发，什么心不要发？其实发心的关键就在于叫你发什么心，什么心要发，什么心不要发，什么心要发，要发出离心，要发菩提心，什么心不要发，不要发贪心，不要发嗔心，不要发我执的心，不要发愚痴的心，不要发自私的心。所以发心还包含着不发心。不是发心，不是让你们所有的心都要发的，不是所有的心都要发。所以发心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心，一种就是发出离心，一种就是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发出离心呢？发出离心，它的目标就是根据这个，跟我们学佛的目标是有关系的。我们学佛事实上所要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舍凡夫心，舍弃凡夫心，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凡夫的这种心，以及由这个凡夫心所形成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凡夫的这种品格，这种生命品质，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佛要成什么呢？那就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我们要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样？我们希望也成为像佛菩萨一样，拥有像佛菩萨一样的品质。如果有一天我们拥有佛菩萨的品质呢，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是成佛了。所以从发自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就是发两种心，一种就是发出离心，发出离心主要是帮助我们舍弃凡夫心。我们要舍弃凡夫心，我们就必须要发出离心。怎么发出离心呢？那就是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啊，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那么这个是我们发起出离心的前提。很多在家居士说啊，我们在家居士也要发出离心吗？啊，如果我们在家居士发了出离心，我们怎么过日子啊？在家居士要不要发出离心？我觉得在家居士一样也要发出离心，只不过这个发的方式跟出家人不太一样。当然不像，不能像出家人一样这个过了一种出家生活，在家居士还要在五逆六尘里面打滚。但是在家居士如果不发出离心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学佛就不会有深度。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我们没有想要出离轮回的话，我们的学佛就不会有深度。所以在家居士呢，一样也是要发出离心，要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如果在家居士如果能够发起出离心啊，我们对世俗的执着啊，对轮回的执着啊，对五欲六尘的执着，自然会减少的。我们有了出离心，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我们就会更轻松，痛苦就会更少，我们对世俗的执着就会更少。所以有了出离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前提。相反，如果没有出离心这个前提，你对世间充满了贪着，你的修行是很难的。你想每天靠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念佛，就可以把你的万心平息下来，那是做梦。为什么？每天有24个小时，你用半个钟头来培养正念，然后还有十几二十个小时，你都在培养凡夫心，而你的凡夫心又是无始以来的积累。你现在培养的正念啊，连一个2岁的婴儿都比不上，而你的凡夫心早已经成为大力士了。你现在让一个1岁的婴儿去跟大力士打架，你就想打过他，那可能不可能啊？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可是如果我们有出离心作为前提啊，我们的凡夫心啊，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弱，因为凡夫心的基础啊，凡夫心是建立在执着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对轮回啊没有任何的期盼，没有任何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心淡啊，那么所有的凡夫心啊，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大力士，可是它没有饭吃，我们给它一个月不给它吃饭，半年不给他吃饭，那这个时候就只是2、3岁的婴儿啊，也足以战胜大力士，因为这个大力士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一个人根本就是，这个时候你战胜他的可能性啊，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出离心啊，对我们在修学上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当我们拥有了出离心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出离心啊，需要把它扩大，需要把它扩大，不要只想着自己出离。
我们还要想着在六道中啊，还要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众生啊，在过去世啊，跟我们都有过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他们还在轮回中受苦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一份出离心啊，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也就是原来我们想着出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只是装着自己一个人。那么现在，我需要把它，需要装更多的人，需要把所有的众生都装进去。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修，修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啊，还要修菩提心。很多人啊，都造过菩萨戒，造过菩萨戒呢，这个也就是菩萨，也就是在这个上来说，你已经取得菩萨的资格。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呢，当然也不敢说所有的人呢，多数人呢，都只是取得菩萨的资格。取得菩萨的这种形式，并不具有菩萨的内涵，并不具有菩萨的内涵。那菩萨的内涵是什么呢？菩萨的内涵是慈悲呀。菩萨的修行是什么呢？菩萨的修行就是修慈悲呀。怎么修慈悲呢？那就要从发菩提心开始。发菩提心就是帮助我们修慈悲，你每天想着利益一些众生，我们每个人起码都具有这个慈悲的这样的一种品质。我们的悲呀、啊，其实通常的人是很，我们的悲悯之心是很狭隘的，如何把这一念悲悯之心扩大成无限，那就是一定就是要修菩提心，一定要修菩提心。所以修菩提心呢，这个是菩萨道的根本。所以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汉传佛教的传统啊，我们很多人我们直接就受了菩萨戒，但是在印度的传统里边，就是空有两宗啊，中观唯识的这个传承里边啊，他们有关受菩提心的仪轨，包括像藏传佛教的像菩提道次第论啊，也有关于受菩提心的仪轨。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受菩萨戒之前，首先要受菩提心。通过受菩提心的这种仪式啊，你在菩萨的，你在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宣誓，我的生命就是要以利益一切众生作为我的目标。然后发出这个宣誓之后啊，要把这个样的一种愿望变成自己真正的想法。如果你要把这种愿望变成自己的真正的想法，你要每天都要修，每天都要白天修，晚上修。那么这几年呢，我也专门为这个传授菩提心啊，编写了一套仪轨的修习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戒山律师啊，也有曾经有传授过这个菩提心的仪轨。我觉得在受菩萨戒之前，受菩提心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通过传授菩提心，我们通过修菩提心，如果有一天利益一切众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真正的想法之后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造菩萨戒啊，我们自然就是一个合格的菩萨，我们自然就是一个有内涵的菩萨，我们自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否则呢，我们虽然造了菩萨戒，远远都是没有内涵的形式的菩萨。而真正的菩萨似乎都是一塑木雕的，在现实中看不到。这也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虽然我们大家都受了菩萨戒，可是呢，真正我们在发心上啊，更多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比较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大乘佛教不能够真正落实到我们
相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哎，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大乘佛法的不共的教法。大乘跟小乘的区别，不是在于空境界，最主要是在于菩提心。我们过去都以为啊，你学了哪一个宗派，你的见地高低，其实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你有，就像皈依，你皈依了没有，是判断你是不是三宝弟子的标准。同样，你发菩提心了没有，这是判断你是不是大乘佛子的标准。你真正发了菩提心，你马上就是大乘佛子，你就是菩萨。因为我们成佛需要有菩提心的这样的修行，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修行啊，那我们就不会成佛。为什么？因为成佛要成就的是两种品质，一种就是慈悲，一种就是智慧。而关于慈悲的修行，那就是一定要通过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能成就大悲心，才能成就大慈大悲的品质。相反，如果我们不发菩提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成就这种慈悲的品质。所以这个菩提心与空性见，这几乎是大乘佛法的两大内涵。那么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修菩萨行。修菩萨行，我们为什么要修菩萨行？菩萨行它的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也需要思考的。从菩萨道的意义上来说，菩萨行的目标就是成佛。成佛其实也就是成就两种品质，一种就是慈悲，一种就是智慧。所以佛陀就是悲和智的圆满，悲和智的圆满。这个二者啊，是不可以偏会，如果偏了就不圆满。有智无悲，是名二乘；有悲无智，乃曰凡夫。你只有悲，可是你没有智慧，你不修空定见，那你的慈悲将会停留在世俗心的基础上。没有空定见的慈悲，它永远都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凡夫心的基础上，它离不开我执。所以观修慈悲，不修空性啊，这个慈悲啊是有限的。同样的，如果只修空性不修慈悲，那就会落入二乘，就会落入二乘，你就会最后就会成阿罗汉去的。当然声闻人他也会修慈悲，但他的慈悲呀，这种悲呀，他是不圆满的，他是没有承担，他是对众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不是说声闻人一点慈悲都没有，这是不对的。他同样也修，尤其是他修树，当然有一部分人修，有一部分人不修了。但是不管修还是不修，其实不影响他成为阿罗汉。但是如果修得好的话，他可能就会转入大乘，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小向大。所以我们需要记住这两种品质啊，就是悲和智的两种品质啊，那就是要这个，那就是要从修行上入手，也就是成就慈悲，有成就慈悲的方法，训练；成就智慧，有成就智慧的方法。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每一种能力都是训练起来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众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习气，都有自己的性格，
都有自己的能力。你们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是训练起来的。修行其实就是一种对心的训练。我们每一种能力，我们都要不断的去训练啊，都要不断的训练。